他现在变什么样子。我是沙莉现在的长相。三、二、一。不错，不一样哎，而且发质变好了啊，洗得好直，离子烫是假发吗？这是假发吗？这是假发？没有，这不是假发，这是真发吗？对，非常好啊，分量感很足够。现在就不会被人家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都不会。哦，待遇差很多，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真的是精晶大漂亮吧？差多了，跟你刚才不笑的那个照片，来差多了。欢迎晶晶，各位来，漂亮漂亮。第二位，这个名字就厉害了。叫做杰西卡 ，Jessica， 欢迎。你好 ，Jessica， 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你又是几岁啦？25岁。哎呦，稍微成熟一点，应该已经是社会人士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毕业了嘛，哈。毕业了。好，小时候说说看有多丑，让我们分享一下。小时候吗？嗯。小时候就是长得就是五官很平淡。平淡，现在比较平淡。还有五官平淡，什么叫五官很平淡、啊？就是路人啊，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可爱的小朋友，五官不立体啦。对，可是我小时候就还蛮高的。小时候很高啊？多高？你小时候多高？就是在没有，可是就在国小时候算高的了。哎，你好像不感，你好像不感觉你小时候不好看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超丑的哎，超丑了是不是？就因为他高啊，特别容易被看到啊。OK， 对啊，就反而丑嘛。那你有被叫过什么外号吗？就因为小时候就是长得不怎样，然后又常常过敏，就流鼻涕，大家就叫鼻涕虫。鼻涕虫，鼻涕虫嘛，他都会亮了两条鼻涕的。每个女生都是爱漂亮的，被讲成鼻涕虫，谁受得了？就是、看到我都已经拿着卫生纸。晨晨，我跟你讲，小学的时候就有那种同学会有鼻涕，有，可通常都男生啊，通常是通常都男生，对。對啊，那你把它醒掉，因为它那么眷恋那条鼻涕感觉。醒掉很难吗？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被老师叫成大便虫。啊？老师叫大便虫？因为那个招会的时候大家不是要站好，他每次都这样动来动去。他说你是大便虫。对，大便虫就是蛆的意思。蛆的意思。蛆啊。所以这些都不好，都会伤害小孩子的心灵。你有很受伤吗？说实在话。没有，因为真的也很爱流鼻涕。哎，我现在先看一下，鼻涕还有爱流的，然后鼻涕叫做爱流鼻涕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感觉他这边真的有痕迹。真的假的？有痕迹。流冠这边鼻涕真要长到流的有痕迹嘞。跟钟乳石一样。钟乳石。鼻涕里面常年在这边变胎记。那你的爸妈对你的长相基本上应该给你很多鼓励吧？或者说他爸妈也认了嘞？小时候出生的时候，我爸有说海牙是查某，然后就是不他海牙是查某，就是长相又是女生，哦，就海的对吧？就海牙。哎，看一下照片，小时候照片一开始，哇塞，好卷的头发，哎，真的好像黑人。晶晶啊，这没比你好到哪里去。他小时候长这样，这不是天生的啦，啊，这不是天生，这头发是烫的，是过年妈妈带我烫新发型。过年妈妈带你烫，都要过年还烫成这样啊？对啊，妈妈的观念也怪怪的啊。来，再大一点的照片，哇塞，真的好高哦，看起来。哎，他看起来很高，你活动做多高？也160几了吧？哇，很高。你会不会叫被人家叫乐开？一定有吧？有，很看起来很高大，很高。哇塞！你看，你长得就好像愤青，你知道吗？愤世嫉俗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愤青的，愤青。哦，对对对，来，这是多大的照片？国中。这也是国中，在国中长得蛮老气的嘛，其实很成熟。这张对我朋友说，长得像刚苏醒的植物。而且你好像刚苏醒的植物人。对，你的朋友不要再交了，那个朋友。你以为是裴永俊哦、喔，而且感觉他好像就在钟乳石的面前，钟乳石北海道，是北海道的冰雕，对不对？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三二一，来，三二一，请看。美丽奇迹，哎呦，漂亮吗？很 OK 啊，就是长得很好看啊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继续来看一下。对呀、啊、，OK 的。女大18变，是36变的这个。对，冰山美人。而且我杰西卡，我发觉你有胡子哎，这叫做美人痣。我有，很多美人都有胡子。林青霞、王祖贤很明显嘛，对的。我也有，你也有吗？
所以你很美啊，跟你讲过了嘛，你不能这样师爷。而且他的皮肤很好啊，皮肤非常好、欸。你感觉真的很没自信，你看你出来是这样。真的，我一直都没什么自信。请问你对自己还有哪边不满意？就整个人都对自己蛮没自信，是长大之后陆陆就有化妆，大家说，哎、欸，其实你蛮好看的，才会有一点自信。那你现在还会流鼻涕吗？会啊，到现在还是会，只是变漂亮了。你还会流鼻涕啊？过敏都会常常鼻塞。过敏鼻炎啊，过敏性鼻炎。卫生纸都一定要带着。卫生纸都要带着。过敏鼻炎的关系。辛苦了，杰西卡，好不好？多怪自己一点。抬头挺胸，走回位置上，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欢迎。他说他25岁，其实比刚才晶晶根本大不了多少。对啊，他没有，看起来比晶晶还小的感觉。很小。好，下一位，欢迎大星，欢迎。哇，你看那个鞋子，哇，你看那个脚，哇。哇，大星你好。大星今天穿着很时髦哈。哇，凉广醒狮团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大星你好。今年流行这个吗？几岁啦？23呐、啊，好，看到一个中间值的啦，好，23岁，小时候被怎么笑？来跟分享一下。就是因为小时候爸妈的观念就是觉得小朋友就是要吃的就是营养，很营养，可爱的，对，才就是能吃就是福。对，就是、杨小黎在点头，哎，真的，我小时候不吃饭，被妈妈关到厕所里面，然后要我把饭吃光才放我出来。来看他小时候的照片，来，请看。好哦，控糖福气。那额头是撞过以后还是？那额头是撞过还是自然的？自然的。自然的。哇，你很有福哦。哎，你不会觉得这个脸的那种整个长相其实是很大人的长相吗？好成脸长得很像植物兽那个吗？三仙。那叫做兽翁啊。对。福气啊。你讲的非常传神，我就觉得这尊这身哈，就是一个一个妈什么鹿港天后宫来的那款，三尊有没有？其中的一尊福禄寿，好像。好，下一张。哇，你好惨哦，小时候，你怎么吃成这样子啊？这时候是国小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是把裤子磨破那时候。哎，真的这样子怎么会不磨破？会。他的腿。他的大腿可能比我们爸爸的大腿还差，还大。可是他穿裙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夏天那一次会磨破皮啊？会不会？就是对，就我有经验哎，超痛。你也有啊？就是小时候穿裙子，然后因为你知道肉太多，所以走路的时候就一直磨，然后就会湿疹啊，然后就磨破皮。一、二、三，请看。没有一起的那种感觉，哎，小贤，小贤，对，小贤的骨架哦，还有小贤的甜美，有没有？甜美，有啊，很有女人味啊。哪边需要改善？你觉得杨小黎？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平心而论，挑剔一点的话，她哪边需要改善呢？我觉得你要多笑，哎，你笑起来嘴角是往上的那一种，对对，你笑一下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很好，露出牙齿，你为什么不敢露牙齿？对，要露牙齿，我们不敢露牙齿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牙齿有点爆，对不对？他牙齿没有爆，只是长得像玉米，就比较大颗，比较大颗，不是爆。我觉得他们都有相同的问题啊，就是比较没有自信，也是没自信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小时候曾经被人家这样说过嘛。对他们也没有。那时候你日子应该过得不太好吧？一直被人家笑，有没有？就是还有被我堂哥叫过黑金刚。黑金刚啊！金刚是。哇，堂哥也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可以讲出来？接下来听听看你怎么改变了。23岁的大星，来请回座。最后一位。现在虽然是冬天，但他的名字叫做春天。欢迎 Spring。哇，辣惨了，辣惨了！他们叫潘家猪，就潘家有只猪这样。然后他们还编一首歌，来，演主题曲。好，来，是阿布布布布，潘家有只猪，叫潘家猪。这是我听过最朗朗上口的一首歌，我来改一下。阿布布布布，阿曾家有只猪，他叫。哎呀。我叫曾国珠。